你去找安宇，快20多年没见过，你确定他还记得你吗？卓越有没有适合安宇的工作岗位？你也找工作？我觉得卓越集团挺不错的。没想到你真来卓越面试了。怎么就不见了呢？姐姐，你还记得那时君腾吗？那时君腾。我要请你吃饭，宝贝。不过你非要跟安宇做邻居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早安。我上次让你买的猫粮呢？你也来喂猫？对啊。从国外回来之前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我愿成为当年你拉我上来的那双手，今生今世，只要你要，只要我。黑骑士一定会回来。安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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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我！不用，我要带走。我用我的职业生涯做承诺，24小时之内，我一定会证明阿宇的清白。何总，干嘛？你为什么要查我？为什么要这么帮着阿宇？为什么？我就是来报恩的。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愿望？愿望。回不出的剧情，安宇，你一定要过得特别好，特别幸福，因为那就是我。我就是那个什么。这一切你为什么不早说出来呢？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你说。我真想告诉你。安宇，我喜欢你。